笑看时间，多少故事时过境迁，忘不掉是你的眉眼。痴人万千，多少故人还能相见，心底仍有温暖蔓延。且道人世别离，几许漂泊，寻寻又觅觅，何年何月难遇见你。整日心事难受，随风漂流，饮一壶浊酒，独听一夜相思的愁。只想看你红颜笑，是非名利从此了，前生悠悠，我等你回头。远处清风明月，捎去了誓言，良辰美舅公吴鸾可有把握啊？属下一定不辱使命，完成任务。念四，出发之前咱们还是先把恶念吃了吧。我的恶念看着不太一样。这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，所以阁主让我加了一味保命的药。属下不明，这阁主为何要让我把这同心混到他们姐妹两人的恶念当中？是怕念三有一心，用同心来牵制。但是这毕竟是这孩子第一次执行任务，万一经验不足出了差错，他姐姐的命也就难保了。我们阁里近来已经蛰伏了多名杀手了，这……哎，这个念三啊，如今他翅膀硬了，我不得不防。若他忠心无二，万一念四任务有差池，他绝不会袖手旁观，自然也就平安无事了。嗯，阁主英明。伍子奇，如何？招了，说是，是谁？说是皇后娘娘派来杀云裳姑娘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你退下吧。
姐姐，我倒是没想到你竟然想要我的命。吴鸾，你说什么呢？姐姐怎会想杀你啊？我只不过是想杀了那个小贱人。那你是承认那些杀手都是你派来的？我，没错，是本宫派去的。吴鸾，姐姐都是为了你好啊，你本该有大好的前程，你和顾魏如的婚事，那可是本宫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替你讨来的赏赐，可结果呢，你却因为那个什么声名狼藉的烟花女子。姐姐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的。她有自己的名字，她叫云裳。在陛下面前怕我连累她，所以我不敢说实话，但你是我的至亲之人，所以我不想撒谎。我这一生只认她一人，不管她从前如何，往后如何，我都只认他一人。吴鸾，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呀？她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子，所以我也会竭尽我所能保护好她。你若是再想要杀她，下回死的便是我。皇上同我以生嫌隙，他日我查明细雨阁的案子，他或许会念在我过往的功劳以及姐姐的情面上放我一马，但却绝对不会放过云裳了。我得尽早为云裳做筹谋了。甘棠花糕、蜜枣槐花糖，爷让我给云裳姑娘买的东西应该都买齐了吧。甘棠花糕、蜜枣槐花糖，嗯，你这小丫头在这儿干嘛呢？给你十个铜板，去买些吃的吧。拿着吧，不过这儿不让乞讨。不要。那你不要钱，你在这干嘛呀？我在等国舅爷。国舅爷干嘛呀？你想要更多的钱？我要杀了他。啊！步步为营的心机，却还丢了你。烟云雨水情难寄，思绪汇成疾。海棠微落，梨花鲜血，轻叹此离别。水空流尽了几多愁。
阴差阳错的结局，如寒风骤雨，转身如魂的眼睛，怎能说得清？梦睡不消那残酒，鬼梦绕青楼，相思只在豆蔻梢头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又暗香依旧，采下眉头忧伤心头。风烛沉香花已尽，雨泪先流，此情无计怎消愁。独饮樽酒君愁，去年今日别君愁。